嗨，大家好，眼下正是吃肥蟹子的好时候，在青岛的早市上，各种海鲜琳琅满目。要说当下最受欢迎的海鲜，那就属肥美的梭子蟹了。在青岛早市上，很多商贩都是成筐批发来的通货，然后按照肥瘦个头大小进行分类挑拣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整筐批发来的梭子蟹，一筐中有多少水货。整筐批发真的要比零售便宜吗？这个蟹子一般快递的话能活几天呀？一天，顶多活一天。顶多只能活一天啊？里面充氧气也不行吗？充氧气可以。那他们那个里面都是一整车的往外发的话，你们带着水带着氧啊，对吧？你不你怎么你也能带着氧吗？他的车里面带氧气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看您这挑出来的这个螺纹都特别深啊。螺纹深。他们说这个肚皮发白，颜色特别深的就好。不是吗？啊，原来网友们说的也不是全对呀、啊。以为挑肥蟹子从外观上就能辨别出来，其实不然，看大哥的手势，原来还有好多讲究，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润手捏一捏掂一掂它的分量。这一筐梭子蟹经过分类挑拣，其中有三分之二被分类出次品海货，如果自己吃的话，批发一整筐梭子蟹显然不合适。这个现在这个蟹子吃公的好还是吃母的好？肥就行，对，你不肥吃公吃母都不好，但是公的肉好吃点，母的带籽儿有。我这也有瘦的，这个也有呀，但是公的肉要比较甜一点。哦。老板告诉我，当下梭子蟹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，最重要的是要买肥的，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梭子蟹最便宜的时候。所以呀、啊，花40-50块钱买一斤尝一尝都非常值得。这一大筐一共有50多斤，被分类挑拣后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精品海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